下去了，真的很狠，不止暴力圈。那边他头又出来了。哦，看到了。这要是上课的时候多好看啊！结果现在已经凋谢。才知道哈。阿轩，他已经盛开过 ，OK， 是我们跟他的 timing 不对。哦，不知道。要不要忽然来了？刚在大阪，现在你为什么不那个来？你先大一点点啊。为什么不大干净啊？要不要冲回去？